This group have people.怎样啦、啊？我没有怎样啊。我怎么了？问你啊。我们知道，你问我。啊，不能问我。哎、欸，你是干嘛？我没干嘛。哦，你每次都这样。我哪有每次都这样啊？干嘛生气哦？我没有啊。啊，没生气，你那个脸。我脸怎么了吗？没怎样，啊，你脸那么臭。嗯，我脸怎么了？我不是一直笑吗？我没有摆臭脸好吗？可以吗？OK 吧？很过分吗？很难吗？所以你不能讲清楚是不是？啊，都不能沟通的哦。沟通你就会改吗？哦，是哦，对你赢了啊，不就好棒棒？然后呢？可不可以不要再念啊？那我跟你对不起，对你最厉害，对全世界都你最优秀了。对啊，我没用啊，我废啊，啊，不然我去死一死好不好？对，八年了，都已经腻掉了，没差啊，反正我做人失败啊。不要等我死了以后哈，才知道什么叫失去。没有毛用啊，你讲我就不想用了啦。我懂你的意思，可是我的意思是說，我懂你的意思，可是我是觉得，我知道你觉得怎么样？但就像我刚前面所说的，其实我已经懂了，没有你想要告诉你，已经很明白，我也都听懂了。OK， 我一开始就听懂了，好不好？我一开始就听懂就好了。可是你懂吗？可是前面是因为你先讲那句话，是你先讲的。但是你还记不记得，在我讲过那句话之前，欸、不是、欸，你还是不懂我的意思的。然后我那句话是为了回你这句话。现在重点不是在谁先，好吧？我觉得你还是不懂我的意思。其实你也没有搞懂我的意思。好，我现在不想讲，好不好？本来就不想讲啊，那还一直讲，沟通不用讲话，可是沟了不会通啊。你只想要赢，是不是、啊？我没有想要赢，哦，直接让你啊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没有你没错，我该死，好不好？就这样不想讲了，不想讲，那你闭嘴啊，先闭嘴啊，好啊，就这样。怎样？没怎样啊。嗯，哦，对啊。OK， Fine， Well， So， 谢谢，不客气。不是跟你讲，有人在讲话吗？叫你去看医生啦、啊哦。你好厉害哦，你好会吵架、哦。不会啦，差你一点啊。叫凶哦，原来你抗性这么低哦。我不觉得这是吵架啊，我觉得这是沟通。我从头到尾都是重口气，我很凶吗？我没有凶吧，我这才要凶吧。没有表情的时候就长这样啊。那你笑啊，你笑我看啊。我现在已经在笑啦。听不到，听不到，我耳朵变饺子了。我也的味，这里有白痴，哎，这里有记者，哎。你有种就当大面再讲一次啊！你刚不是一直讲一讲，我现在时间都给你啊，你讲啊！你嘴啊，是吗？刚不是很凶吗？真的最后一句，然后嘞，这样最有面子是不是？都给你讲就好，最后一句都留给你啊，你就再争啊，争到最后啊！好，不然现在怎样？谁对谁错啊？来，你讲啊！我跟他谁对谁错嘛？来，你说，你说，你讲啊！谁我错，我一定道歉啊，那他错，他也要道歉啊！来，真是你讲，你讲，你讲嘛！你平常不是很爱讲，现在给你机会讲，你又不讲。我们直接问大家意见啊！来，你们投票，觉得谁对谁错？站队对的举手。没有人嘛，没有人在你这边啊！觉得我对的举手。问题是你吧？啊、对了，问题就是你、哦，你都没有问题，是吗？你都没有问题，我你先走，帮我走，不要，坐下。啊，不然呢？在那边吵架是什么？我找他来玩的，我有说要吵架，是不是？我去帮人倒水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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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什么水？他有什么资格喝水啊？哦，你有什么资格喝？我有资格喝水？这整个话也太狠了吧！你有什么资格喝水、啊？你以后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刚不是很会讲吗？啊，没有，如果你因为没关系啊，现在你们大家都好朋友嘛，大家都很好啊，全部都聚在一起啊，都交给你们住。你们这都很厉害，笑笑屁！你不要在那边装可怜哦，搞大家觉得是坏人。你不要给我装可怜哦。我没有。你在装可怜。我没有。你看我今天穿这样可不可爱？不可爱，很丑。干嘛？你生气啊？我不想跟你吵架，浪费我元气。觉得我们生活太平淡，想增加点火花。你恶心，走开！我要全裸，不关你的事，走开啦。好、啊，那全裸啊，你全裸脱啊，你不关我的事。啊、走就不要回来啊！我没有打算要回来。好啊，那你就走啊，三更半夜的，走啊！不要你赶，不要你赶。你先。啊！干嘛啦？那你现在怎样啊？是你想怎样吧？讨厌，讨厌。半夜的你要去哪兒啦？不要没有
干嘛？你真的很棒。他在那边背后讲我坏话，我真的就最讨厌人家背后来了啦！有种是当面跟我讲啦。好，其实我们私下有讨论过这件事情，我们觉得你很自私小气。我自私？我小气？你有在请人家吃饭吗？啊，你们就都很厉害，很棒棒。哎、欸，你在那边只看书，也不会自己去讲，明明就你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你可以自己讲啊！啊，我怎么帮你讲？那、啊、你叫金娜了，你就直接好了，不要吵了，就兄弟场。干嘛？没有，我没有在吵架、啊。没吵架、啊。不是你们感觉火气很大哎、欸？没有拿火气。你平常讲话就这样啦、啊。开始吹牛了，我叫叶元，别造反，别造反，快点说话，别造反，你造反，你造反，没有用，他们来自己人类有分裂的。一二，新年好，哎，不要任何人看我演出，我不是加你脸书，因为腿有点粗。应该要帮你夹菜，因为你家的体重机早就被你压坏。坏人的什么紫白色？我看你样子根本像个史台克。史台克，你这个样子还想呛我？你当是什么金字塔游戏王哦？你的手臭，你觉得你穿的破裤感觉都没有我破？如果有加你好友，会直接把你删了。你穿着什么衣服？像我阿妈的穿的。阿妈穿的，不要怕啦。哦，阿不就好棒棒。Hello， 大家好！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、脸书、IG， 全部都只要搜寻这群人就找得到。那如果呢，你还想要追踪我们的生活，你可以订阅我们双胞胎的官方粉丝团，还有我们两个人的个人 IG。那记得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给我们多一些鼓励，还有留言，那你们按赞跟分享。那另外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呢？你看我们穿这样，我们在做什么？卖关，我们卖关子。那就这样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。